本经二十二第二十二味药叫天门冬，好，天门冬，看这个样子，天门冬，很好看啊，颜色很好看啊，你们传自己传阅看看哈，天门冬。那这个天门冬呢，它的味本身就是苦平，好平，肺里面有热，我们可以用天门冬，好，肺加去肺加的热症。还有呢，这个像他的那个长期的服，这个久服呢，能够轻身，能够益气延年。好，那这个产地呢，这个非常普遍。好，天门冬非常的普遍。好，那像蔓眉冬，但是颜色比较白，那个烘焙过以培植过以后，颜色就变成这样子，很好看。哦，好看。那主要的症状呢，能清它的虚热润燥。好，那个祛痰好，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燥渴、肺加的湿热，好，这个热症好，虚症、虚热，凡是有这个热，就是你可以看得到，舌苔拿出来我看看，舌苔比较黄，好，口渴口好，比较口容易口渴，好，那喝了喜欢喝冰水、冷水，就是肺加的热症，好，那这个。这个真泉呢，他认为这种天门冬好适合煮来吃，好不要生用。他煮这个煮常常煮来吃，用煮的，能让皮肤变得很润泽白滑，好，因为女孩子就可以用了。好，明天煮一锅这个天门冬，好，我到时候配一点药下去，我们大家一起吃看看啊，来比看看谁的皮肤最好，好。你看后面的好古有没有好古？他说治心病易干，好，喉咙很干的，心痛渴欲饮，嘴巴很口渴，好，肺里面就是肺里面有问题嘛。足下热而痛，足脚底下我们正常人脚是热的，好，温热的。所谓热而痛，就可能脚皮太干掉，整个干掉啦，那个干裂掉，好，会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天门冬可以润，好，能够滋润我们的肌肤，好，让皮肤变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有几味药，到时候我配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炖一锅，咱们来喝喝看，好，放点冰块，到夏天喝喝看，好看对大家皮肤有没有帮助？那禁忌呢？这个胃虚好这种虚症，因为天门冬是去热，好，如果你是虚症，没有热的话就不要用，好，最忌不能跟鲤鱼煮在一起，好，不能跟鲤鱼煮在一起。那这个《神农本草经》呢，里面呢？有鲤鱼在里面，好，诸位可以看第一百，第几页啊？想想看，好，好像第123味药，第123，好，100多少级味药？哦，对，129位，好，对，页数是第100页，最后看药味第129，那个鲤鱼实际上现在就失传了，大家认不得到那个什么东西，根据我的考证呢，你看我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我们去追查它，这个鲤鱼是同音的鲤，就是鲤鱼，好，鲤鱼，好鲤鱼。那这个鲤鱼呢，是胃肝寒治湿脾，主能够下大水，我们有腹水啊、积水都可以用鲤鱼。好，我们介绍到第129味药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再讨论、再细讨鲤这个鲤鱼是功能是什么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天门冬这种药呢，它是不跟鲤鱼配在一起煮的，好，配在两个相药性是反的。那吴克俭呢，好，也是一个经方家。近年的经方家，他说天门冬和蔓眉冬个性相近，都会很接近，所以常常一般我们的两个啊，天门冬、蔓眉冬放在一起，因为蔓眉冬是白色的，蔓眉冬白色的，一颗一颗的，天门冬是那个有点稍微颜色不太一样，那天门冬呢，它比较它的本经上面是苦平，蔓眉冬呢就比较跟它药性比较干，味道比较干，那这个后面吴克俭里面讲到的三才的风水丹，好，什么三才丸啊、天王补心丹，这些里面都有天门冬在里面。这些一般就是南派用的药。那诸位呢，记得我讲的话，
我们在温病和伤寒，温病家跟这个伤寒家，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你不要用温病派的，也不是意思，而是说你们的基础应该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面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如果说每一个人的基本是经方，使用是经方，经方不足的地方，你去用温病温病的药来补，可以。你不能说把经方舍掉，只用温病的药，重症你就治不好了，就没有办法起重症，也没有办法救逆，都没有办法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就强调这个东西。所以你如果经方很强很熟练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温病派的药，你不会被迷惑嘛，你也不会被它受到影响，不会说舍伤寒只用温病。那现在外面的中医之所以用温病的药不用伤寒的药，就是因为那药吃也吃不死人嘛，好，也要赚钱，也不算也比较温，药性比较温，好，那就给病人长期吃，就造成几百年来就造成人家的想法是中药可以断根，但吃的比较久，好，西药的比较快嘛，吃，其实西药比较快是吞得很快，你丢下去就结束了。实际上药病如果哪个病哪个好坏，那病没有好，好，表面上一吃的口上喉咙好啦，喉咙这病毒还在里面往肠子跑，就吃完口上喉咙不痛了，变肠病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西药是吞得很快，实际上病没有好。那中药呢，温病派的药它没有办法治重症，没有办法起重症，没有办法应急急救，好，所以诸位将来出去以伤寒以经方为主，这个时候温病的药是你的附，好，附介附在里面，这个是绝对好的，绝对好的事情。好，好像天王补心丹里面有天门冬，天王补心丹外面你拿起来看是红色的，就是我昨天讲啊，他把药配好以后一斤的药，对不对？然后用指甲，哦，挖鼻孔的指甲，敲一点那个朱砂嘛，到你一敲，整个药就变红色。朱砂只要一点点就好了。所以你看看，那么一咪咪的朱砂下去，那染上一斤的药丸，全部是红色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朱砂那个多细呀、啊，值多细，对不对？包好好的，那一点点药怎么会中毒呢？还就有人要去管它。好，那么不会中毒的药，对人非常好的药就管它，真的害人的药他不去管了。这个卫生署就这样。烂，好烂，好，根本就是，所以人家说啊，每一个政党都在说，不管是哪个党，好，哦，我们要对老百姓有益的政策，我们要去做，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政策都对老百姓不利的，都图利一些特殊的人或一些特殊的厂商，这都不对的。好，那讲真话还要匿名来讲，好，我不要讲，不要说，我讲这个，但是不要把我名字登出来，为什么？怕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实话还不能大声的说，好，这个现在的社会是这样子。那